是洪琴，今天我介绍我们班，我们班只有四个人，但是每个人对汉语都很感兴趣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和，我们老师是胡老师。大家好，他虽然很年轻，但是他有很多经验和知识，尤其上课的时候，他有很多有意思的方法，让我们越学越觉得快乐。我们要什么什么交老师的作业？准时。交不过，交不过。是。后面是十，前面有。我是秋红，除了上课以外，我们常常在外面聚会，那时候我们可以一边喝咖啡交流，一边练习口语，这样让我们的关系和汉语越来越好。沙发啊，灯啊，家具。上场啊，正在打折，所以我在这买东西。我不要，我不是，冷静。祝老师和各位老师身体健康，每天都幸福。